是全部的秋装第一波新款全上，然后我们今天还有我很喜欢的小香风套装，总共有两组，然后其他的话是很适合夏转秋的针织，还有大家期待很久的松紧带，我们最新的款式，臀部有加宽一公分的西装裤，今这礼拜全上，然后还有出蛮多颜色，然后今年新增了一个藏蓝色。然后跟厂商订的话，因为版型是厂商的嘛，但是我们就是臀部的地方就稍微加宽一公分，让大家穿的时候会比较安心一点。因为我本身就是，臀部比较宽的，就是受害者，就是本身的话裤子真的不好找。那松紧带的设计的话，就是让大家可以，就是腰部的话可以稍微有一点，有时候吃东西啊，有时候胃有不舒服。那因为如果臀部加宽的话，腰一定要稍微合一点点会比较漂亮。那最新的清单明天就会一起给大家。Hello， 今天反正今天我会一起传给大家看。然后今天的新品非常美，我很自己很喜欢，因为有一点点下转秋开始，大家就会颜色开始会比较沉稳一点点。那今天的颜色呢，我自己是本身自己很喜欢绿色啊、灰色，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深层一点点。就淡一点点的，然后是因为今年很流行，乌木色系，然后还有带一些大师色，今年还有最新的颜色有跑出来，就是大黄，就比较亮的颜色的话是大紫色，那大紫色的话之后会有一件新的衬衫会出，那我们今天的话先让大家慢慢开始感受一下秋天来，然后我今天第一套的话是也是有一点点比较典雅的。小香风套装，那一样是背心式的，因为背心式我们真的是太热销了，我真的很喜欢背心式的原因是因为你外面可以加罩衫，然后你还可以分开穿搭。那像这个背心式的，那我上周有出，就是有直播另外一款，就是我们比较经典款的西装的，比较帅气一点。那这款的话是偏短一点点，是大家注意一下尺寸。那整体上的话，这一款都是偏小。那如果你第一个胸比较丰满啊，肚子比较大一点点啊，或是臀部啊比较会容易担心的朋友，这一款就直接往上拿一号，对你来说是最方便的。那我现在穿的话，就是整套穿给你看，然后都是穿 S 号，然后我这个地方的话是，我等一下会把这个背心再脱开，让你们看一下那个裙子。那这一款它可爱的地方是在层次，它是做拼接的，它是一块白色的这个棉麻，有一点点棉麻材质这种，就做一个层次，看起来就不会那么的。灰色会看起来比较成熟嘛，比较专业一点点。那我觉得它有做一个层次感，看起来就会比较活泼一些。然后往后，然后搭配的是很受欢迎的小香风的那个珍珠耳环，它是灰色，那上面有一颗钻，它是施华洛的钻，所以看起来会比较亮一点点。然后卖场上面都有。因为它的那个臀部的地方，你会发现它是做比较合身型的。那它臀部这边其实它有加宽一些，下来的地方再收回来。然后它因为套装，所以它裙子下面也有做一个拼接，白色拼接超级无敌美，我真的大爱。所以穿起来身材很好。那唯一的小缺点就是它版型的偏小，所以直接往上拿一个尺寸是最安全的、最方便的。那有些个子包的朋友。上面其实它就是很漂亮的十字纹的那种西装布料，它本身很挺，然后是拉链式的，那会比较包肚一点点。所以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它很棒的地方是它分开穿搭，你还可以自己去搭配你自己想要搭配。然后上面有时候你想要配大衬衫啊，或者针织啊，冷一点点配毛衣啊，都是 OK 的。那这个我直接拿下来给你们看细节。细看的话是有点斜纹布的，它材质很好，所以大家喜欢的话真的可以冲嘛。因为夏转秋天发现大家
我们这两天就是大家如果有看我们的限动的话，就知道我们做那个生日鱼面生日的优惠是疯狂大特价，因为它就是几乎所有款式全部都是打到快一折，甚至有的超过一折。喜欢的朋友，因为它完全断货，然后布料我有时候也是蛮心疼的，但是呢，那个款式断货，我们就想说今年因为第九周年之外呢，又是我生日，所以就是给大家这个优惠。那现在手上还有，所以等一下看完以后赶快去看看有没有还有喜欢的，赶快捡起来抢购。然后这个新款的部分啊，它这个上下的那个材质是一样之外呢，它是做夹口袋，然后它的旁边都是做一个这个西装的车线，它布料很挺。然后后面是做开叉的设计，然后配是这个非常美的这个水钻的拖鞋，很软 Q， 这个地方它这边是有点这样软 Q 软 Q 的。给你看一下这个厚度，非常舒服。喜欢这种凉鞋的，想要亮一点的，这个来参考。灰色的朋友，如果穿灰色，你不要不知道怎么搭。以我的习惯，大部分是配灰色的话，就直接配银色或灰色，还有珍珠的饰品是我觉得最方便、最好搭，然后效果是最强烈的。那有一点淡一点点小小的金饰品也是很漂亮。然后依你们自己的习惯，好吗 ？OK。然后我再穿一次给你看，扣起来的感觉，卷扣，这个位置版型偏小，穿了大概超过十次吧。然后还有上周介绍的棉麻宽裤，棉麻宽裤这个穿起来就是帅帅的，然后有点就是完全老田风。然后白色，我觉得它是棉麻里面的白色，真的比较不透的，但是我还是必须需要穿安全裤会比较好一点点。然后我自己有时候就是这个直接穿肤色内裤啊，这是很 OK 的。那它布料，然后它是本身是会有一个口袋在这边，那你蹭上去，你等下穿看起来真的质感还是很好的，所以不用担心。然后它是有一点点十字的那种棉麻，我觉得看起来蛮高级的，大家喜欢可以参考。然后我一样穿这个系列，然后搭配我们新的球鞋。针织洞洞背心，大家有家里的可以自己配就自己配。像它这个简单的这种洞洞背心非常好搭，西装裤啊，或者那种棉麻裤啊，或者裙子都非常好上手。娃娃裙啊，甚至纱裙都很好搭配。然后这个全白的部分，如果就是看起来会很仙嘛，所以有时候我就是想要帅气一点或什么的，我喜欢搭配像那种皮带，但是它是有一点点那个麻花的，像这样。所以我想要制造一点点成熟的感觉，会看起来比较，我觉得自己看起来比较有型一点。那因为全白 look， 然后我就会想要一个小小的重点。那你也很喜欢全白也是 OK， 这个也有出全白的。那你等一下，忘记这个喽。这一件裤子啊，它是松紧带的，先让我们看一下。松紧带，它没有个数，直接塞到后面。那你看一下它的感觉，就是会比较帅气一些些。那我往后退，
然后你可以自己搭自己的衬衫啊，或是像还是现在有时候还是有点微热，你可以搭个小背心，背心式的雪纺或是简单的雪纺，然后再加防晒的外套。简单的球鞋，因为它真的是软 Q 的，材质很好。那简单的搭配就会很好看。我很喜欢整体看起来比较干净，然后配一个酷酷的球鞋啊，或是你想要家里比较简单的那种，我觉得木头拖鞋搭起来也很好看。下来给你们看它的裤头，因为它这一款的裤头啊部分后面是做松紧带的，上周已经介绍过的就是这个白色，然后但是敲完款有说希望可以配一个全白的，所以我就配一个这样给你们看，然后有新到卡其色，卡其色非常漂亮，还有黑色都传给你们看，一样的搭配这个简单的针织，你家里的都 OK， 然后我试过断光的或是雪纺的背心搭起来也好看。OK， 然后往后面走，让我们看一下。其实照相的话会看不太清楚，因为这个颜色其实很难形容，我觉得很漂亮的罗卡其，它有点米卡其罗卡其的感觉，然后要其实有颜色的话会比较看出来的版型，它是很漂亮的西装宽裤的造型，然后前面是有做打折，然后后面这边松紧带，然后颜色好，我去穿给你看。米卡其的这个颜色，我要配一个比较度假风的这种麻花拖鞋给你看，然后往后推给你看。天气有一点点微凉的时候，可是平常又还是会一点点热，你可以带个披肩啊，或者防晒外套披在身上就可以了，小外套啊、小毛衣都可以。然后我给你看后面细节，因为有颜色的真的会让你看比较明显。黑色给你看，这很简单的会黑色。黑色的话就是，如果你家就是如果通勤的朋友们真的很喜欢这个裤子版型，真的建议全收，因为本身我自己这个款式是全收，因为真的太舒服。平常通勤做捷运呢，真的随便套，可能 T 恤、背心 T 恤、棉麻 T 恤、莫代尔 T 恤，随便套都很好看，很舒服。然后甚至如果你想要有一点点，因为它这个是偏休闲嘛，有点酷酷的，因为它算是有点高腰宽裤的版型，然后我
很建议，如果喜欢女人味的朋友们，你也可以用一字领去搭配这种比较中性的单品，这个混搭就会整体氛围不太一样。这一款的裤子啊，就是现在穿也不会热，可是它又可以，我觉得它算是比较实际款的裤子，然后很好保养，很舒服。怕过敏的朋友就可以参考这一款。然后这款的松紧带，然后臀部它大概是因为它是有点 inline 的宽裤，它的 in 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它大概是比一般的裤子大概宽 1.5 公分，所以像我这样就是比较假宽宽朋友，腰小跟屁股偏大。尤其是腰臀比特别明显的朋友，这款很推荐给你们。然后你可以配摩托，然后可以配拖鞋，然后这几年都很流行，就是极简风的最简单的加油拖鞋都可以直接搭。然后我本身最爱最爱穿球鞋啊，因为小个子的朋友，你加一点点有一点厚底的球鞋，穿起来就是会立刻升高。要上半身的话，就找这种简单的单品或合身单品，或像刚刚的背心的这种西装的背心，搭起来也很帅气。OK。然后我这一件黑色啊，因为它是棉麻的，那我后面会有一个西装小香风的西装套组，然后这一款呢，它上面背心是小香风的，然后比较偏华丽领，它是全黑色的。所以算是有点低调中的高调，高调中的低调那种。那我配这个棉麻给你看，它真的也会很可爱。然后我想要混搭给你们做一个参考，我想。这几年那个老前锋是烧的，大家挺顽固，就是很夸张。但是必须说，像这样比较简单的老前锋的单品啊，真是从小，我真的像。里面那种偏轻熟女人，已经很熟的轻熟女，在小时候就已经非常流行，到现在你穿都不会让人家觉得好像会有点退流行的感觉，就像这样很简单的，家里的如果有这种简单单品，你可以直接搭，然后像参加婚礼啊或者什么的，像这种简单单品也 OK。那如果比较介意那种黑色，那我们就平常穿或者是通勤的时候，我觉得穿起来蛮帅气的。像这样背心真的很好搭配，那你们也不用担心说什么，就是大家有时候会介意手臂或什么的。那我觉得我找的那个背心是啊，你们都可以看它这个地方，其实这个空间除了刚灰色套子它稍微小一点，其他都是还没有空间的。我觉得如果真的担心的朋友，可以配披这个，然后披一个小毛衣或什么的，或者小防晒的针织衫，然后稍微挡挡就可以了。但我觉得要自信的露出来，因为背心实在太适合台湾，因为很凉快。然后往后推，让我们看一下整体感。然后你细看才会看到它的，它其实有点亮亮的，它是非常非常的。扣子还是就是真的有一点点微微的，就是虽然有点奢华轻奢感，它不会太夸张，可是就是会让你知道我今天有一点小打扮。然后
后期还感觉最经典款式的那种优美的长袖针织洞洞，那种微洞洞的针织，它这种款式的话，就是你会觉得很简单。然后还有这个是米白色，然后还有比较淡的淡黄色。然后我等一下会搭配比较特别的单品，让我们可以混搭感觉，因为那种针织感觉的东西，其实真的随便搭都好看。然后甚至牛仔裤、破裤啊，搭起来都很有味道。那我搭配最新的这个。松紧带的这个臀部加宽一公分的新款的西装裤，然后它的版型是下收的，所以非常适合就是像小个子还有加宽宽的朋友们，这一款就是谁穿谁瘦，而且这种版型你可以直接配小白鞋，你不用配高跟鞋很好看。那我等一下还是会配，因为就是秋天来了，我觉得要有点轻奢感，所以我今天配的是高跟鞋，然后有后勾的跟小上风的，就是打给你看哈。先把这个裤头给你看一下，松紧带的，是在后边，前面是看不到的。然后它是这边也是有可以放皮带的地方，可以调整。然后你看它的臀部是有点微松的。那版型的话偏小，那我穿 M 号。然后往后可以让人看一下。这个宽的宽度啊，它大概是66公分腰围的部分，然后它的下摆地方有点微收，所以大家这样看一下，然后你们看一下它的屁股，这个不用担心什么内裤痕，我觉得它真的是挑好尺寸其实都 OK。 那担心的朋友可以问小帮手，我们就帮你看尺寸哦。新手表，完全就是欧。装扮，通勤装扮很舒服，很紧约，完全都不用担心，没烦恼。穿搭这个有总共有5个颜色，所以你们可以参考。然后高跟鞋是这款流苏的，这个已经热卖第3年了，真的非常喜欢。它的旁边各种，还有它的上面的方钻，还有那个水滴钻，都细节很好。然后防这个叫防滑跟，然后它的。底部的话地方可以看到有一点点软 Q 的垫子在里面，可以好走。然后我觉得它 整个 CP 值高之外，那我觉得穿起来超舒服，你没有什么那个什么要适应期都不用。
受欢迎的。因为这个基本上刚开始是我喜欢，因为黄色真的很难。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就是反正他是凯特Kate Hudson 他演的 Hudson， 对不起 ，Kate Hudson 演的，他是里面他有一个造型是完全就是这样子，这个颜色，金发美女配这种，这个我从小我就对他会有一个执念，就觉得哇，这个黄色真的很难穿。然后因为90年代的风格回来了，我竟然看到竟然有这个颜色的。那因为他原本女主角里面穿的是背心式的洋装，然后我找了一个是这个圆领的，是很简单的。因为它是断光，这个我之前都介绍过蛮多次。然后我觉得它很高级的地方就是侧边开穿，就是它可以这样拉链的。但它其实是一整套的，但它可以分开购买，所以你可以自己如果不喜欢裙子啊，你只是单上一款可以参考。然后这一款呢，我要拿来配什么？配我的新的西装裤，黄色加蓝色，藏蓝色，就是非常宝藏的颜色。它们俩配起来是绝配，就如同粉色配灰色一样。黑跟白一样，就是很绝配。让我配给你看。是不是很美？天哪，我真的是非常爱这件的颜色，然后它的版型，我觉得我跟你说，它的版型跟它的整个剪裁还有颜色，真的看起来很高级。如果你们喜欢的，这个拉链从这边来的，就这样。然后它是有一点点修身型的，所以好稍微看好尺寸，胸部偏丰满啊，肚子偏大的朋友，直接往上拿一号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它就是一个修身的感觉。那有个子小，我基本上都是穿 S 号。我往后给你们看，黄色配蓝色，帮助大家一起这样搭，真的很优雅，然后就是会蛮吸睛的。然后往后面配后勾，就是配，因为它颜色比较亮，我想要配素一点高一些。它的颜色，其实这个照片我觉得，因为它有光的话，如果灯光又不照，我怕你们又看不到细节。可是如果光光照，颜色会淡一些。可是它就是很漂亮、很漂亮的黄色的，就是很漂亮的黄色。那它是会有一点点，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布料有点光泽感的。然后往下看，那藏蓝色的部分，它是其实图片。床上的图片会看起来更明显，它是比较宝蓝色，藏蓝色加宝蓝色中间颜色，虽然是深色里面的亮一点点颜色，但是基本上你不用担心，你穿在身上也不会让人家觉得好像很突兀的感觉。然后往后面看一下整体版型。裤子的朋友们，这个是唯一今年的新色，
以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参考订阅，就是想要不良颜色可以往这个冲。那还没有的朋友们，灰色跟黑色都很赞。第一个就是超显瘦，他们的版型是已经我们试验很多很多年了，这是我们整个卖场里面第一名。然后呢，是做出新的布料，然后它是算是偏凉感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在比较偏四季穿。那冬天真的很冷的朋友，你可以穿一个个一点点稍微保暖的，但基本上我觉得台湾天气真的大家不要害怕，因为差不多11月才会冷嘛。OK。这个呢，其实这个上衣配的是这个裙子，是一整套的。那我先配一整套给你们看，让我们再感觉一下，因为这一款真的我真的私心大爱，因为它真的偏比较特殊的颜色。然后我要配的是，待会要配一个淡淡的鹅黄色的针织，然后配这个同色系的给你们看，因为我觉得我想要搭跟别人不一样的颜色，它可以让人感觉比较有视觉冲击。整套看起来的气质就是会立刻觉得好像自己会弹钢琴，就是我很喜欢这种微微的有点小诈骗的那种款式，因为气质好嘛，形象我就是有点偏那个轻熟女经常要就比较在意的是整体的感觉氛围，就皮肤状况啊，整个人看起来不要太邋遢，然后整体感要和谐，别人看我们第一面才会觉得哦，你这个人看起来是比较朝气的，比较和善的，舒服的。那我这个的话就会让你们回转出道的原因，就是让你不用就想，就是直接穿出门就对了。然后重点是它要很简单，你分开搭也 OK。然后往后看，那我是把它扎进去。那它这款的裙子呢，我觉得它是高腰的，然后呢它臀部算是有做加宽，所以尺寸上不用太担心，就拿原尺寸就可以了。推荐大家看刚刚我推荐的那部电影，因为它好笑又好看，然后帅哥又美女，都就是如果大家心情就是比较无路的时候可以看一下的一部轻松喜剧，非常在我心中是非常经典的，因为它里面的衣服也超好看。新版针织，这是有点鹅黄色的颜色，淡淡的。然后里面一样配那种小背心。那我配那个刚刚的长裙，我想用同色系让你看一下。然后黄色的话，你还可以配什么黑色、白色都很好看，简单一点点。那往后推，让我们看一下，就是完全这个松松的，因为针织最好搭的地方，就是因为它也通常是偏软的，所以很好造型。那你可以不用扎，也不会太，就是我觉得算也不用。所以它会跟着你身形走嘛，所以就比较不用担心看起来好像宽宽的。那我往后推，让你看一下。就很简单。
担心的话，不用担心。我忘了是配什么白色，我刚刚说的白色，然后还有一个牛仔裤也会超好看的。白色牛仔裤啊，布裤啊，就是原色的，有点微刷旧的都 OK。欧尼感就是非常的阳光清纯的感觉，然后我现在穿那个白色西装裤给你看。白色加绿色，就是会觉得看起来就很有洋气感的女生。这个刚刚我试的颜色啊，绿色。如果你皮肤偏黄黑皮啊、偏紫啊什么的，这个颜色比较暗一点点或健康一点点的话，绿色不用担心。黄色的话避开，米色、白色跟米色，对于它是出米白色跟黄色，那黄色避开，就米白色跟绿色是你的选择。配的是这双，水状感的，就是有点微秋天的，就可以来一点闪闪亮亮的东西。再来是新款的，这一款呢，基本上，类似款，因为一开始是从，就是因为这个版型其实应该很红，大家都会看到那种 model 走秀或街拍会看到，但是这个花苞我实在是很烦恼，因为像我圆脸啊或是个子小朋友通常会比较有一点点撑不起来，但这一款不用担心，帮大家试过了。这个花苞的短这个袖子啊，花苞袖的这个地方，花苞袖它是偏短的，然后它的松紧带这个地方全部都做松紧带，所以你可以变有点大 V 领或者是一字领，就是有点微大 V 领，就是有点像一字领啦。然后它的那个这个地方是做收腰的，就是非常的胸部以下就是腿的感觉。然后它可爱的地方是它这一有口袋，所以我非常的喜欢。然后它的布料很挺，完全就是你收到你会知道它是CP 值跟它材质都比较不会让人失望的那种版型。然后它的我等一下穿给你们看，它就是整体感穿起来就立刻有造型。OK。
袖子。那袖这个袖子就是大家我觉得有的朋友是不是会有点微害怕的感觉，但是它这个地方有做的小口袋，然后这个地方腰部都不用担心会有照片给你看。然后呢，现在这样看起来其实有点偏，因为头比较圆，跟比较小，你会担心，今天好像有点太打扮，不用担心。尤其是有点圆身的朋友，就是你这部分都比较圆的，按脖子也比较短的朋友们，你们就是要像我一样，有点微微的露出肩啊，这样子就会看起来慵懒，然后休闲，可以平常穿，然后往后推让你看整体的感觉很舒服，然后微透，然后还有出白色，白色的话要穿你的那个打底裤，那它两个颜色有尺寸选择，我选的是 S， 那个子高的朋友你往上选一个尺寸是没问题的。这一款我推荐大家有点微 V 领，有点微 V 领或者有点一字领的方式穿，穿起来是最瘦。然后如果你是扁身啊个子，你比较喜欢那种夸张一点点的感觉，就是小照刚刚的 V 字领穿就没问题了。然后这个款式我觉得非常适合穿去度假，真的很舒服、很惬意，且很慵懒。现在配的是那个高跟鞋，但其实大家可以配那种凉鞋式的那种，扁的凉鞋啊，摩托都很 OK。对，我的脚哦，这个高跟鞋跟不是高跟鞋，这件洋装都是可以，就是我觉得是都可以搭配的。这件洋装呢，就是看起来是偏夸张一点，但是它其实调整之后，然后你搭配平常的凉拖鞋，其实就可以穿得很惬意、很慵懒，就是你平常但是可能只是想要去个百货公司啊，去喝个下午茶之类的，就很简单。OK，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我这样动，它其实不太会动，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因为它的弹性很好，然后很舒服，然后你手比较用力的往上，也不用太担心它会弹回来。是今天我内心就是觉得有点震撼、微震撼的一件，因为它的绿色本人真的太美。然后因为我之前已经出过很多带缎光，是就是会知道我会有一点点喜欢缎光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缎光就是有一点点像女生的蜜粉或是打亮的东西，它穿起来真的看起来精神比较好。那你好好搭配的话，你不用这样一整套一起搭，可以搭配个棉麻的短裤啊或长裤都可以，这样整体感就看起来蛮休闲的。那你要稍微有一点点约会感啊，或者是比较正式的话，你就可以这样整个一起搭。那我先穿这个新款，它的整体感就是会很优雅，然后是那种淡淡的很有韵味、女人味的那种版型。然后下身裙它是有点用绑的，我等一下绑给大家看。
给你们看，她的裙子来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这样。这样。直接往后绑，然后我都会直接打一个结在后面。给你们看一下它的版型，然后它的胸围下面它是有点微微的飞鼠袖的感觉，然后下摆是收的。扎一下它的版型，然后你看你有没有扎得很紧，你也可以自己扎到你自己想要的方式。然后我觉得给我秋天的第一套，就是我觉得最有秋意的感觉的话，就是这一套。那再来就是小香风的整个套装，等一下。想要试那个绑的话，绑在外面给你看。直接把衣服扎进去，然后直接绑在外面，让你看一下，就是一个是用扎的方式，一个是直接绑。这件就是看起来，这件就看起来比较贵气一点点。那我刚刚的方式是穿了裙子以后再扎，然后跟直接扎进去感觉不同的，然后以自己的喜好穿搭，然后往后退，这两件呢直接分开搭，我都搭过。下面这个裙子啊，其实你想要把它度假风一点也 OK， 非常美，尤其是东方人，有点偏黄偏健康一点肤色，穿起来也是好看的东西。尤其是东方人才，我觉得绿色还有就是真的是就是比较焦糖色的肤色，穿起来也是美到爆。已经快到尾声了，最后压轴两组，最后一组呢，最后第二组这一款呢，很可惜的是它布料非常少，等我们拿到的时候，厂商说因为布料的关系就很快断货，所以喜欢的朋友下一组的话，这一款就是真的要把握数量。然后我穿着给你看，它是一件细肩带洋装，然后附一个披肩，等一下。
细肩带，然后做一个绑绳往后绑的这种设计，这边还多一个绳子可以绑在脖子后面。然后呢，它的肚子这边你看到它会有一个扣子，它等于你穿的时候就看你今天的心情，因为它是黑色的，很内敛，它完全其实看不太到，你要靠那么近才看得到。你可以收起来，会有点要收腰封的效果，可是呢，你也可以直接放开。然后它配的是一点有点像雪纺纱，它这个雪纺纱呢，它上面会有一点点，反正就是其实看不太到，不干净上我觉得有一点点纹路在上面，可是它就是很简单的纹路。然后呢，它是可以当披肩使用。细节都处理得很好，然后它的布料是有点精灵感的，非常非常的细致。然后它做这种有点这样子厚绑的，这个是假的两件的感觉，它的效果我觉得是还蛮有女人味的。喜欢朋友真的，现货有两件 X 号，然后呢数量长数量很少，基本上这一拜就会断货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就可以赶快抢。然后呢，它配一个这个披肩。透肤的，很简单的，它是非常舒服的。可是你拿到你会知道它是质感蛮好的，一个偏一点点雪纺加一点麻的感触感的这种披肩，这个很好用，就随便你可以拿来搭其他所有你想要搭的。然后呢，因为这很黑，所以我就尽量给你看。基本上你会看不太到，但是基本上呢，它这边就是有做个扣子，可以让你扣起来变比较有腰身，那你可以放开都可以。那你近看的话，会看得到它这边会有一个凹折啦。那我往后看，看我们看整体的氛围感。这一款呢，就是真的就是要把握机会，抓紧数量好吗？然后本周就会就是关闭数量。下一组这个小香风的这个西装整套的，那它都可以分开购买的。它这一款细节就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那种小香风，可它版型其实非常显瘦，希望的朋友真的不要错过。那你也可以分开购买，如果觉得
外套你比较多了，那你可以就买裤子跟背心，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分开混搭。然后我整套等一下穿给你们看，我先穿这个西装裤，让你们看一下版型，再慢慢套背心，还有它整套啊是背心、外套，再加上一个西装外套，再加上一个这个是整体的一整个的套组。上呢，它是一个高腰的直筒裤，然后呢，臀部地方也是有做加宽，但它是做拉链式的，所以它是没有弹性。前面有做两个小香风的，刚刚你看近看就看到有点亮亮，你这样远看应该有看到一点点。它是做前面两个小口袋，完全不会显胖，所以不用担心。大家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小香风的单品很容易版型不对，就会看起来胖。它完全不会担心。裤长偏长，我155个裤长的话，我一定要穿高跟鞋。然后我现在穿是后勾的那一款，它大概7公分。那7公分的话，就是它会有点点，它没有到，你们看都知道，它大概你们穿4公分的，但我个子那么小，穿4公分就刚刚好，就 OK。然后个子高的朋友就更不用担心，因为它只是看起来只是胸部一下就腿，非常的显瘦。哇，好配，让我们看一下。版型，然后还有屁股的地方，然后呢，它的外套式的，我先穿背心给你看细节，它们就是一整套的。然后以现在的天气来讲会偏热，但是穿背心裤子是还 OK 的，但它是完全秋款。那以台湾天气这个秋款，我觉得可以穿蛮久的，春天跟秋天，然后夏转秋这边的话，就适合穿背心 ，OK。就是会有一点个性，可是又很女人味，因为整体感就是我觉得冲击感还蛮深的。那是为什么女生都很喜欢香奈儿的原因。它的东西、它的车身型，然后看起来就是还是有点贵气，可是它的版型什么干嘛都是会让你觉得就是有点贵气感，可是有点个性，帅帅的。就超帅，就是它里面是这样做渐层，就是它一样的扣子，那你可以随心一点，然后往后推，让你看一下版型。然后我等一下要再把背心脱掉，只套那个外套给你看，因为像黑妈妈你们可能看不到那个形状。它本身基本上不用担心，因为我个子蛮小，肩膀又小，我穿得起来外套你们一定都 OK。然后它其实这边做一点点小垫肩的。它整体感很棒，
小香包外套呢，它其实会有点蛮个性的感觉。然后我刚配了这个外套加简单的西装裤也超好看，还有牛仔裤，所以不用太担心，我都帮你们试过了。好，旁边这边做 V 领的，我往后推，让我们看一下版型。今天就先到这里，有问题的话都可以跟我们说。然后，明天下午之后办完之后会有直播清单，然后所有新款会在周四晚上10点就会上架给大家。有问题的朋友都可以问我们哦，谢谢你们。然后记得还没有看我们的周年纪念，真的很疯狂，我会尽量可以，因为我们有跟厂商合作，有些厂商的特惠的现货，如果可以的话，就会赶快送给大家。那如果有时候有一些小问题啊，你也请大家见谅，因为我们就是也真的比较忙碌，因为像这种优惠活动其实都很快速、很疯狂。那有问题的话都可以跟我们说，晚安喽。